为什么会口臭？口臭是指口腔中的异味，可能对社交生活和个人自尊心产生严重影响。口臭有时会被忽视，但它却是一种很常见的健康问题。引起口臭的原因有很多，一种常见的原因就是口腔卫生不当，例如蛀牙、牙龈疾病、口干症等。这些因素导致口腔内的细菌繁殖，从而产生异味。口腔卫生不佳也会导致食物残留在牙缝中，产生难闻的气味。此外，食物和饮料也可能使口臭更加显著，例如咖啡或咖啡因饮料、香烟、酒精和辛辣食品等，可能对口气产生负面影响。其他健康问题也可能是口臭的原因，例如呼吸系统感染、鼻窦炎、消化系统问题等，这些情况可能导致口腔和喉咙的异味。还有一种口臭是口腔污染性疾病的症状，例如牙龈疾病和龋齿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就会导致口腔内有更多的细菌存在，从而加重口臭。为了避免口臭，人们应该有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，刷牙、漱口、使用牙线和刷舌头，可以减少口腔中细菌的数量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集再见。